然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看他这个姿势，好漂亮的是吧？啊？大家好，我是铁牛啊。看一下我身后这房车啊，你们知道我在哪里吗？我现在在成都喜讯龙的销售点这里。不过咱们今天啊，真的有福了，在这个地方有水有电，今天也给几个毛孩子加餐，准备去菜市场给他们买一些肉。看，这些房车，咱们又到了老朋友这里来了。我的车呢就停在这里，这里有厨房啊，这是我欣喜若狂的地方。终于可以给毛孩子做饭吃了啊！现在我们去买菜，你们在家乖一点啊，知道吧？啊，石榴啊，平安，在家乖一点，我去买肉肉回来给你们吃，好吗？哦，好乖，聪明啊！那我们来这个菜市场了，啊，没有排骨卖了吗？没了，哎，排骨都卖完，老板要不要排骨？没有啊？没了，卖完了。只有这个，只有这个肉啊。这几个虾子。哦，这多少钱斤啊？18元。可以吗？给我买一点吧。现在我们跟于总买菜回来了，看于总买了我的菜，你们别着急，买了好吃的给你们吃喽啊！对，哎，看一下这个，今天没有排骨卖了。看买的这个肉啊，再给它炖了，还有几个那个老板送的几个骨头，骨头虽然没有营养，但是有补钙呀、啊，可以煮一下一起。能磨一下几番？对，可以磨牙。啊，等一下煮吧。那个肥肉我不想给狗子吃啊。这个是精华，这个是给他们，啊，这个是瘦肉，瘦的，这个放下面来，给他们煮熟，啊，没有锅盖啊，只能搞这个盆来看一下，这样子。
被咬一下。哎，没办法啦，你个子小啊，要多照顾一下你，拿个脆骨给它咬一下。嗯，对，他是对爸爸不护食的，来给爸爸了。啊，等一下给你驱虫呢，现在不是能让你驱虫的时候啊，狗宝。别动啊，别动别动别动，站站，别动别动别动，哎，别动，嗯，别动，龙龙龙，成天在外面玩的有虫子，知道吗？哎，别走了，宝宝。来，我想，我想啊，好，嗯，真乖，别动，别动，龙龙龙龙，不可以。不敢动，不敢动啊！对，我也保证了你们的健康，知道吗？啊，别动，宝宝！偏，别动，别乖，乖，偏，挠！100块银子的药啊！所以你不能跟我浪费了。对，太好了。门口这几天瘦了，狗宝啊，吃的太少。如果你吃太少的话，你容易瘦的。可能是让身上有虫子。肚子有虫子。